地方自治之后，我们的经费呢更为困窘。那面对我们六年来都在断掉的路、断掉的桥，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来处理。2014年地治法修正上路，还给直辖市原住民区地方自治的权限，可以选出自己的区长及区民代表。12月25日也是原住民区长上任满一年的日子。回顾这一年来六都原住民区自治的状况，高雄市纳玛夏区、茂林区及桃园区因为财政问题最为严峻，区长们感叹感受不到自治的优势，也阻碍了地方发展，大声疾呼要求再修法。地治法修改之后，现在的民选区长好像大部分他们现在的工作都是在跟中央或地方求援，就是在寻找资源。那当然这个也反映了现在的所谓的我们高雄市的原住民区他们现在的财政的状况嘛。我们经过统计，依目前地治法的规定，是以改制前三年的课税收入平均数核算，那所以我们核算下来，我们并没有减少计划型的一个经费哦。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也是依据中央对直辖市县市政府的一个补助办法，是直接补助给县市或直辖市政府。六都原住民区在改制前，经费主要的来源有两大部分：统筹分配款及中央计划型的补助。但改制后，款项得先拨到市政府，经市议会审查后再转到区公所，还要再经区代表会审议通过后才能执行，缓不济急。桥做到一半，结果又因为一次的风灾，整个河道呢又变宽了，所以那原本的经费大概4到5千万就不够了，所以就做不下去了，所以就留一个桥墩在那边，所以很可惜。所以现在农民呢，他们的这个农地都已经荒废在那边了。我们会在非雨季的时候，我们就会抢通一些路出来啊，但是只能够撑个差不多3到5个月，因为雨季一来，那个路就会被冲掉了，因为那都是临时的路，到那边就没路了。区长喊穷不是没有原因，尽管地方及中央都强调预算没有缩水，但直辖市原住民区取得地方自治权限后，多了区代表会及清洁队等人事费用。以纳玛夏区年预算8000多万元来看，人事费用就占掉了5100万元，只剩下3000多万元，区里能运用的钱变少了，难怪农路盖不出来。你看那个路就是它这样过去对面嘛，其实以前有路啊，后来你看那边有没有？那边本来有路，有没有看到？有吗？有没有？有没有？后来断掉嘛，它都崩了嘛，那个都是路啊，要进去那边的农地啊。我们再看那边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临时开设的这个路？这个，那个就是有的时候水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一条路，这样可能从那边还是怎么样，那个都是一个遗迹啦，现在已经不能再开那条路了，因为以前那边这边还很低，对，不能再开了，不能原地开了，因为已经变高了。没有经费，区公所只能勉强用怪手挖出一条平坦的路，让族人方便步行进入。但只要一到雨季或台风季节，这条临时道路就会被冲毁。
现在光凭肉眼已经很难看出在这里曾经有一条路通往族人口中的纳玛夏第一家高级民宿。我刚才为什么跪？我刚才其实很累了，我也知道孩子很累了。林淑芳是纳玛夏第一家高级民宿的老板娘。我们没有钱呢，就当初就是我们就开自己有怪手嘛，然后那时候儿子才国小四年级，也开了一个差不多60的怪手，那我开120，然后我们就这样整地整地整地，也没有资金呢，我们就是一年就做一个，一年就做一个，一年做一个这样子。按那个那边的工钱有三甲地，所以里面有游泳池，有篮球场、排球场，可以打高尔夫，哎，打高尔夫这样子，然后就是一场的爸水灾就没了。说是怪手家庭一点都不为过，全家人一起花了10年时间打造民宿，也创下了纳玛夏观光盛世。98年的5月份，5月1号劳动节，那时候我们也吓一大跳，500个人。那时候我们在晚会的时候，有一场可能电太强了，也停电，客人就我们刚好要发那个有奖征答，要送水蜜桃1盒，那客人就说：“哇，你们故意把它停电吗？”我们说没有呢，啊，真的是停电，也没有下雨就停电，啊，之后呢，客人就说，就停下来。然后你看500多个人那么多，那我先生也为了大家不要按蒙蒙要上厕所干嘛，就到了我们部落的好几家5家的店都买那个白蜡烛。买蜡烛啊，每一个帐篷就放两个蜡烛，所以人家那时候都会记得这个很深刻的印象。是这样啊，诈骗集团的身材呢？对啊，就这样。刚装的，你看13岁。每次只要回忆过去在民宿与游客互动的点点滴滴，林淑芳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但当问到有没有留下当初的照片，他突然语带哽咽。很心疼。你是说，就是因为88之后，路冲断没有办法再上去？对对，很心疼。在那边应该也度过很多，蛮多回忆，跟家人一起。很多，因为，开那个的时候，整个都没有钱，然后。所有努力及回忆全被风灾无情地阻断在河的彼岸，但日子还是得继续过下去。风灾后，林淑芳重拾书本，回到校园念书，念的还是喜欢的休闲管理学系，也顺利毕了业，并重新回到部落，在另一块土地上把民宿给盖了回来。所以人家说，哎，一模一样呢，可是没有游泳池呢。啊，然后我们以前那边是这个是我们的房间是2楼，那边可以容纳一部跟小八，啊，这边只能小八，所以这边就是那边的三分之一而已，三分之一。入夜后的纳玛夏突然下起了大雨，今年1月。林淑芳的民宿正式对外营业，名字没有改变，过去的游客也都找了回来。偏偏天公不作美，让他协助办理的草地音乐会被迫转移阵地。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叫阿班。好，大家好，我是今天。解除活动顺利开始了，林淑芳穿上族服，摇身一变成了活动主持人。陆续抵达的游客让林淑芳原本担忧的神情渐渐地被笑容取代，
因为这一天有300多位游客特地从外地到部落听歌。我们一直在等待，因为我有跟我先生讲说10年，如果因为现在已经算第6年了，如果说可以的话，我很想再回去，因为那边会想到很多很多以前的好朋友，从我们没有到现在。那希望说可以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请我们上级长官可以做一条很漂亮的。这条农路不只是单纯通往族人耕种的农地，还承载了部落族人的情感及记忆。尽管纳玛夏区公所有意修复这条道路，却没有经费，更别说接下来区公所还有意开发温泉，计划以部落自治公共造产的模式推展部落观光。但温泉开发需要多庞大的资金，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想推产业却无力修护道路的不只有纳玛夏，往南走一点，来到了茂林区。进入茂林区唯一的道路132线，改制前这条路是由高雄市政府负责养护，改制后高雄市政府以原住民区自治为由，将管理维护权责推到区公所手上，但光是养护一条道路的费用一年就高达3-4千万元，一样的预算责任却变多，导致现在区公所光是一年雇用3名养护道路的临时工，薪水60万元都无力支付。那茂林比较落后的地方是，我们没有公路总局在养护这个道路，像纳玛夏跟桃园都有公路总局在维护，所以他们对他们的道路没有问题。那就茂林区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麻烦，因为市政府他不拨经费给我，那我只好想办法去找钱，但是这个不是长久之计了。市府无法再拨经费，只好转向中央求援，希望将这一条唯一民生道路纳为省道，但得到的回复竟是高132线属于山岭区，不符公路法规定，所以无法纳入。眼看一条15公里的道路，补丁处就有108个，甚至12.5公里处常有落石，不仅游客开得胆战心惊，当地的居民安全问题也是一大隐忧。路面是这个样子，但是我的导标包括标线都没有做好，所以在晚上的时候有时候看不到路线，有时候看不到指示标志，所以游客尤其在下雨天的时候，那个游客真的是留下来不敢开车啊，哦，甚至于哭到这个地步啊，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转弯了，哦，这个是我比较迫切需要去处理的东西了。春之际是茂林区赏蝶的季节，大批游客都得走132线进入。但自从温泉因88风灾重创以后，愿意留下来住宿的游客大幅减少，族人只能趁天黑前到游客多的地方做生意叫卖。88风灾之后，我们在地的生活方向都没有什么一定的收入啊，那么因为除了靠这个游客的那个销路之外，我们在地的名产献出来卖给他们之外，唯一的方法就是这样的讨生活。这个客人是对我们是非常重要，也就等于是经济来源是完全是依赖着客人的消费啊，有消费我们才有收入。茂林区因为有丰富自然资源，被列为国家风景区，
但灾后温泉观光一蹶不振。经过区公所多年努力，在区内再度探勘到温泉，同样也是计划以公共造产方式开发。高雄市政府已经核发水权，开发经费也已向中央争取到位，现在就只待解决道路安全的问题，茂林温泉观光就有机会重现天日。现在也是因为国家整体财政的这个困境哈，所以相对挹注到我们原住民区的这些资源哈，比往年哦可能是来的比较少，加上这个风灾这么多哈，所以造桥铺路啦或是修缮等等都已经占用大部分的经费哈，中央应该重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哈，毕竟呢我们原住民区或是原住民乡。原住民的这个地方的这些单位哈，其他的自筹财源非常的少，那如果要仰赖我们市政府的这个资源的协助哈，也是很有限的。那就总体的资源分配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中央尤其原民会哈，就这个问题应该是责无旁贷哈。当然，除了复兴没有话说。因为他们是最后一个成立的，所以他们还沿用所有的条件，沿用在过去的乡的时代。像我们乌来、和平，我们还好。我今天有一个好市长关心我们和平的议题，他也知道我们这是半套的，所以每一个月各局处一定要来和平来探讨和平专案，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六都原住民区地方自治适用同一个法源，但却以高雄市的财政问题最为拮据，因为高达九成预算靠中央及地方政府拨款，区长们大声疾呼要解决问题，体制就得改变。既然是一个直辖市，我们的地位不明确，我们市议员他们能够升格，我们区长我们是也是用民选的，很明显的，应该我们是跟市府，我们是市府是公法人，我们六都的这个区长，我们也是公法人，我们六都的区长也应该要升格到那。今年八月，六都原住民区长前往台中市和平区进行地方自治业务会议，将各区自治所遇到的问题集结起来，送到中央原民会。之后也多次北上到各院会进行汇报，目的就是希望能再修订地方制度法及财政收支划分法。这些都是很重要，成为原住民自治的那个先行试点呐。林业还有自然资源，包括我们讲的动物、植物的，这些是将来在要自治的话，这些是很重要的那个在地的那个所谓的财源，就是从这边来的。除了改变体制，国家的权力能否下放？抛弃旧有的集权观念，民主时代里似乎看见了机会。民主时代啊，是需要被翻转、被调整。那现在我看所有的总统候选人，我们回到这个比较实际那个政治面了，现在都没有人反对原住民自治嘛，包括蔡英文也甚至都要跟原住民道歉呐，那朱立伦也同意说应该让原住民自治啊，好，那。问题来了，就是说这些主要的政党都有可能有机会执政的这些党派，他们兑现诺言的那个可能性多高？距离总统及立委选举只剩下一个月，原住民族自治能否拨云见日？透过六都原住民区的自治经验，机会其实早就已经握在每位族人的手里。